中秋佳节就该大家开心的过，可是我这算是什么鬼呀、啊？突然请我们赏月，妥妥有阴谋。来人，喂班主吃月饼。可得屁！不要，我不吃。嗯、哎，那是什么？终于逃出来了！哼，让你困了我这么久，来呀！啊！月亮被打碎了！哼哼，嗯，慢着！啊！这星球是我宇宙大王的啦！秒睡呀，班主。好吧，我是加了一丢丢催眠药。死性不改。咦、哦，这区特工队时空基点出现了。嗯，那是时空基点导致的。总之，我们先出动吧。不怕强敌，急去出击。改变的关键时刻是1969年，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乘坐飞船阿波罗11号实现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瞬间。情景还原：阿姆斯特朗打开舱门，踏出左脚，然后说出那句经典的：“这是个人的一小步，却是人类的一大步。”可是登月和那胖兔子有什么关系呀、啊？目前还没找到关联，不过他的出现绝对和时空基点有关。好吧，那就老规矩，打倒幻柠檬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。这就是阿波罗11号，这也太大了吧！大家提高警惕。怎么了？你这都第八次暂停发射了，阿姆斯特朗先生。这边的螺丝检查好了，工程组检查过，不影响发射的。这或许是小事，却也可能是大麻烦，再排查一遍吧。他这个人也太胆小了吧！哼，就是，逃生门还要装几个？一切正常，等会儿就这么告诉他吧。对，反正又不影响发射。这什么工作态度？根据分析，那的确不影响发射。反正我们守在这儿，别让那坏柠檬。姐，柠檬工具一安装。住手！通天火箭船。打不着。溜了。糟了！交给本喵吧。原地追踪。我来。逆转方向。设备正常，备用设备正常，备用的备用设备也正常。你给本喵等着！走了。发射倒计时：5、4、3、2、1。阿波罗11号点火。再见吧，你们！太急，把你们还在火箭上。啊！通天万能步。靠你们啦！
哪儿？找到了。哎，正向左转。探长，通天火箭拳。成功了。糟了，通天万能裤。谢了。等等，你们、你们是谁呀？还好有克罗斯。看来我还不够谨慎呐。不过你们确定那家伙被打倒了？解决率99.99%。那就是还有可能。我还是调出监控看一下吧。放心吧，我可是看着他被轰飞的。果然他还在呢。干什么？糟了，他想控制这飞船。休想！啊，飞机！还好准备了紧急分离。不对，还没完。瞄准目标，发射！不行，我们得出去对付他。糟了，闸门被顶住了。不会吧！可就糟了，我还有备用逃生门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去吧。可完蛋了。逃生门真多，胆小鬼。不正确，这不是胆小，是谨慎。咕嘟嘀，特工带兵出动。激活闪光灯鱼。哎呀，看不见了。咕嘀咕嘀嘟。哔咕嘟。谢谢你，嘟嘟。咕嘟哔。哎，等等，也许我想多了，不过还是多做一手准备吧。嘟哔。真姐姐，乌飞机做不到，做不到。什么？你个坏柠檬，别跑，给我站住！
小谨慎也有大作用。这样吧，嘟嘟。没关系，左边不行，右边也不好，危机总是不期而遇，就算一步也要谨慎再谨慎。好，就是这儿了。嘿，这是个人一小步，却是人类一大步。就差一步我就能逃出去了，只要离开这里，宇宙就是我的了。不会吧，我可是花了几百年的。时空基点消失了，这也行？好吧，阿姆斯特朗先生，果然这是人类关键的一大步呢。啥？喵！怎么还？本喵就不信，抓不到你！加油，抓到灵芝翻倍哦！好，本喵拼了！根据资料，直升机变飞机一定是时空基点的锅。喵，这回该清清楚来，时空基点出现了才对呀。咕嘟噜嘟，走，我们看看去。不怕强敌，提翅出击。青青在这儿睡懒觉呢，喵将正义。哎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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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几个什么都没听见，对吧？其实你唱的不错呀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比嘟嘟艾尔好多了。酷毙，这还差不多。啊，时空基点出现了，难怪大瞌睡，原来晚上通宵练歌呢。我们有谁生日吗？没有啊。好，时间点确认。你们怎么还愣在这儿啊？赶紧出发了。等等，关键时刻还没介绍呢。哎呀，边走边说吧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被影响的是俄裔设计师希科斯基发明的直升机。青青老师，我有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不是去造出直升机的1939年，而是来到这希科斯基还是小鬼的时候呢？因为直升机的灵感来自他小时候，只有保护好那个灵感，直升机才能顺利发明。警告，小希科斯基遇到麻烦。哎呀，走开了。怎么嫌少？喏，够了吧，把它给我。不要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才不给你。对了，竹蜻蜓飞起的原理和直升机类似，那肯定就是灵感。明白了，本喵这就去收拾那个抢竹蜻蜓的嚣张小鬼。喵，反了反了，嚣张小鬼才是希科斯基。等等，巧克力糖果你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回来呀伊文。这金没办法，也只能帮忙了，谁让那就是灵感呢。行动吧。
姐姐，目标确认，开始找事情。你好，谁啊你们？好说，本庙是来帮你完成发。我们是来帮你拿到竹蜻蜓的。你不是很喜欢它吗？谁喜欢了？我只是要它有用。有用？你们别管了，反正帮我拿到糖果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奇趣特工可不会被收买。奇趣特工开始行动。这招真靠谱吗？放心，本庙计划绝对完美。你在危机关头拔刀相助，伊万还怎么好意思不把区区一个竹蜻蜓给你玩呢？我也没想要玩，我只是没什么。来了来了，艾尔，明白，看我的百变重锤！哎，轻轻敲。好，去吧。伊万，小心。伊怎么办？还赶紧溜啊。奇特司机，你给我站住。我懂了，小西克，你其实是想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对啊，不行吗？你这小傲娇，直接说就好了，就说你想和伊万。不给，如今你来了。蒙查查，住手！通天金刚拳。讨厌，又是特班队。奇克斯基，坏蛋，把伊万的竹蜻蜓还来！不用和他废话，坏柠檬，给你5秒，立马投降！五、四、一。哎呀，过分！喵！卑鄙鬼，柠檬，快走开！卸下喵围墙，忘记追杀！瞄准小怪猫，发条机关枪！完了，我中枪了！怎么不痛啊？来喽，我全身冰！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控制不了自己呀！竹蜻蜓给我还来。
糟了，嘟嘟，我被杀！不知道，龙头罗士登人。这小心哦！小西科真正想要的可不是竹蜻蜓，对吧？伊万，你能做我的朋友吗？啊，做朋友？那你之前……他就是个小傲娇，不好意思说了。可以吗？好了，别顾着感动，竹蜻蜓坏了，我们不就等于失败了吗？时空节点消失了、什么？难道看就是这个、只要这样就能像竹蜻蜓一样飞哦。我也试试。不，手指这样粘。原来真正的灵感不是竹蜻蜓，而是朋友。提取特工任务成功。秦少，这是第303次通话，请马上返航，请马上返航。不行，现在还不能被他们发现。不行不行。帮忙收拾一下，咕比咕比嘟。对呀，艾尔到青椒博士那儿升级去了。凯奇，少来，谁让你弄这么乱，自个儿收拾去。咕比，就你们还好意思说我？这个咕比，艾尔，你快回来吧！通讯器在哪儿啊？找到了。快来呀，奇奇特工队啊！青椒博士有危险，出动吧，不怕强敌，奇趣突击。勇敢的凯奇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。变身装置，瞬间闪启动，凯奇变身。我用出萌萌的触手，用超能力咬着头。假面猫变身，艾尔就是你大无穷。真正的大危机。陆地行动，绝地乘坐绿光超跑。无畏前方是怎样狂风，请和我一起走，打败邪恶的阴谋。奇趣特工队出发，冰
你们来了。博士，你按摩就按摩，可以不要叫这么惨吗？博士，既然你没事，那喊我们过来干什么？我有样东西想你们帮忙测试呢，先到沙发坐一下吧。可对了，我刚帮艾尔装上了我最新开发的新系统。艾尔，根据我的估算，只要运行成功，艾尔的性能将会提升200%，成为超级艾尔。哦，那原来的艾尔呢？放心，我都备份好了。这次我想让你们测试一下新旧艾尔的性能差距。啊，那不就要造多一个艾尔出来？不用这么麻烦，到虚拟空间测试不就好了吗？哦，艾尔有两个，怎么还有一个？我，这是我为了测试性能特地造出来的程序，艾尔二号。真的和艾尔一模一样啊！闪电猫，我就是艾尔。啊，抱歉抱歉。新系统动力更强，能量更持久，而且最厉害的就是它能100%完成命令。看好了，艾尔二号，给我按摩。确认命令，按摩。可这些事艾尔也能做到啊。所以，够了，不用按了。确认命令，停止按摩。所以我才想做个对比测试，看看他们的性能差距到底有多少。比就比，艾尔才不会输呢。艾尔加油，我在这边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厉害。是我做出来的新系统。艾尔已经落后，应该要被淘汰了。艾尔，你是我们的朋友，朋友是一辈子都不会被淘汰的。对，我们可不能少了你呀、比咕比咕。谢谢你们。你也不用那么失落嘛，就算是要装新系统，也是用你的记忆备份呢。对呀，现在的艾尔二号只是测试用的临时程序而已啦。临时程序。不是，新系统出故障了吗？不，快，我们快出去！艾尔呢？哪儿去了？哦，果然没错，是艾尔二号抢走了艾尔的身体，失控暴走了。一定要阻止他，不然麻烦可就大了。我们走吧。等等，咕嘟，就你们可对付不了艾尔二号。艾尔，对，我是艾尔。这是我用艾尔的数据和粒子生成枪制造出来的临时身体，虽然发挥不了全部力量，但起码也能帮上你们的忙。好，奇趣特工队出发。我是艾尔，我是艾尔。住手！艾尔，艾尔，目标锁定。艾尔，请你马上停止，不能破坏奇趣小镇。重复一遍，不能破坏奇趣小镇。
捉住他，我们才能用博士的程序停止他的系统。我是艾尔。艾尔，把他引过来。接起艾尔。想得美，光景追踪。来呀，捉我呀！目标锁定。只要把博士的程序，小心！哦，彼得，口崩崩溃，我是艾尔二号，不，艾尔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不要被删除！快住手，不可以破坏小镇！我要救命啊！我是艾尔。是程序，我不要被删除。解体艾尔，停下，不能伤害大家，不能伤害，不能伤害大家，不能伤害。请放心，有我在，而且艾尔是不会伤害大家的。艾尔伤害，不能伤害。艾尔，艾尔，解体艾尔。啊，这是。怎么回事？戈壁，戈壁艾尔，我回来了。哇，那总算修好了。啊，这就是二号的新身体吗？嗯，以后就叫他艾玛吧。艾玛，我是艾玛。对了，博士。那个时候艾玛为什么会突然帮忙呢？当时艾玛和艾尔正共享着同一个系统模块，艾尔想保护大家的意志，强烈干涉了艾玛的攻击指令，所以最后才导致系统出现错误。那以后艾玛不会再失控了吧？当然，难道你信不过我吗？艾玛，我带你逛逛研究所吧。不，还是我来带吧。我来带吧。我来。